一起来欣赏《屋顶》。半夜睡不着觉，把心情哼成歌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。睡梦中被吵醒，我还是不确定，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。我悄悄关上门，带着希望上去，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。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？我们有同样的默契，用天线排成爱你的形状，哦，在屋顶唱着中。我们再次恭喜郑如仪成为百万的盟主，希望在未来的路当中走得非常顺遂，也非常成功。再次谢谢重量级的人物林志炫嘉宾，更感谢现场所有的嘉宾支持我们节目，感谢你。还有献花，谢谢辛苦的金牌评审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辛苦伴奏的孔锵大乐队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再次恭喜郑如仪。也希望他能够常常回来跟我们交流。